羊头。羊头。耳朵。肉。
鲫鱼炖红烧肉，先爆头。炸酱面，家人们啊，配点这点炸蘑菇，嗯，哇。嗯，家人们啊，这款老北京炸酱面，这位置有小黄车，29.9块83袋啊，就这种品质，宽面粗面的，到家你煮10分钟以上，就这种效果啊，这玩意吃比方便吃还便宜，够用，还好吃这玩意儿啊。嗯，这烤蘑菇太好吃了。嗯。哎呦天！哇！爆辣的火鸡面，家人们啊，哎呀，哎呦我去，真过瘾呢。嗯，国产的火鸡面，家人们啊，这位是个小黄车，29.9块82袋，一袋盒子1块钱左右，家人们啊，比方便都便宜，家人们啊，而且非常好吃。如果你想吃到老弟这种效果，必须煮10分钟以上，家人们啊，多煮一会儿，把这面煮开了，它就这种效果，黏黏糊糊，而且这是宽面的，非常好吃。
去拍吧，你们喜欢吃的话直接去拍行，非常便宜，非常好吃。好，家人们，哎呦，讲完就是越辣越想吃，是吧？还黏黏糊糊的。太热了，哇，哎呀，热死我了，也越热越辣呀，家伙。